哎呦我耶、你们是哎，气象局是预报基隆20%下雨，是不是？近的。所以讲到有老人的。刚刚跟谁放呢？跟我们的会潜水的人。所以哈、哦，台湾最近在中国怎么样？看到小丑鱼。这个小丑鱼呢，是我们天然的环境下，小丑鱼呢通常会5只或7只制成的群体，它是一个家族，所以我们就称为小丑鱼。小丑鱼是跑到另外一个哪个地方？伙伴，谁出生啊？们为什么要盖这一个工？我们称为工作站嘛，以前是实验的设施。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？我们这个馆呢，一定要来很多次，不要来一次，因为它有户外的活动可以玩。来，先看这里。哎哎，
站下来，站下来，后面的人脸都挡住了，站下来，站下来。跟我一样，秀珍的要站前面嘛，我就指定你了，是不是？来来来，看这里哦，站出来，很好，非常好，一二三。今天天气算不错，托你们，今天天气，今天天气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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